就是泡面的贩卖机，熟食贩卖机，找到了香蕉啦 ，yes， 死神大魔王，那我们是东京豆桥，我是包博，是文，我们今天要挑战在东京啊用自动贩卖机过一天。首先呢，我们就来吃个香蕉吧。好。好，我们先来到高原市北边的纳豆自动贩卖机。那因为是新年的原因，所以它里面没有什么补货，我们就看一个比较有可能来慢慢看吧。看起来就有点哑巴眼。哎，其实我一点都不期待这一餐呐、啊，因为一早起来只有单纯的纳豆，对，单纯的纳豆，这应该加饭起来会好一点点。酱油，加点的黄芥末，那我们再继续搅拌。差不多就可以啊，来吃我们的第一餐吧。不知道是我已经习惯纳豆来讲，我吃起来那个骚味并不是很浓，然后觉得吃起来蛮健康的啦，当然不能说是好吃啦。来挑战我其实蛮不喜欢吃的纳豆。它这个比我之前吃过的那种可能在饭店早餐盒装的纳豆还要好吃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个很臭的发酵味道。那伟恩早上有吃饱吗？没有。那我们今天要去吉祥寺吃更怪的东西啦。我运气超好，我们在吉祥寺一下车，车站内就有看到有贩卖饼干，然后最重要的是上面有面包。好，终于可以吃一个真正的早餐食物。啊、我的味道是纳豆的，好感动。好，那我要的面包是七号的，救星驾到，噔噔噔，可是我应该是我人生买自动贩卖机最快乐的一天。好，接下来吃吃看这个面包吧，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面包。好，它是那个丹麦牛奶之类的。好，试试看吧。它这边蛮酷，我刚好上网查，它说它没有加防腐剂，但是呢，它却可以保存30天。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在自动贩卖机里面，然后可以贩卖新鲜面包。你不会觉得有点可怕吗？对，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的新鲜是怎样。有没有泡福马林啊？喂。欸哎，我说真的，我觉得比便利商店的面包好吃一点点，然后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啊，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它这边写是那种炼乳啊，然后就有点奶味。换我们下一位得奖者，我买这是 cream 面包，好，我开开看啊，感觉没有一般的那个便利商店或是面包店卖的面包松软，有种干干的感觉哦。嗯，它的深处啊，其实藏了卡士达，那有卡士达之后，让整体变得比较好吃一点。最孤独的男人，来锦织头公园，然后吃贩卖机面包。好，我们吃完面包，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来锦织头公园只是买面包，只是在吃面包而已，其实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来挑战一个非常威猛的东西，等一下揭晓给你看。那在做这个挑战之前，要先一人买一瓶饮料，否则呢，等一下会出问题。那大家知道这自动贩卖机啊，如果你4个号码全中的话，就会拿到一瓶免费的饮料，但那个几率非常的低。包博在日本住7年，中过一次。我们接下来要挑战吃了可能会休克的贩卖机。看啦，死神大魔王，死神魔女。然后他这边的图非常的那个可怕，用了一大堆辣椒。好吧，我们要付1000块的门票，才可以进入地狱。好，我们一口气挑战这个死神大魔王。好的，好。当当当，死神大魔王。我现在怀抱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不是到很，应该说不到都不太会吃辣，我还不喜欢吃辣，超不喜欢。干，好可怕、啊！虽然它的这个宣传做的有点 cheap， 哇，闻起来还好，闻起来还好。好了，我们来吃这个死神大魔王啦，因为为了预防这一集就到这里，所以我只会先吃一小口。
死神大魔王先杯，我先吃一小。我觉得啊，等一下，我先，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辣度好了。它不是到那种吃了你会就是死亡然后送医，没有到那么辣，但是呢，大概等于你已经吃了麻辣锅的中辣，然后就是吃它那个涮了麻辣锅中辣的油的青菜，然后一口气这样塞在你舌头上，大概是这个辣度。所以其实对我们这种没有吃辣的人来说是蛮痛苦的辣。对四川人来说可能可以当饼干吃。对，因为我刚是真的只吃一小口这样。如果你是吃重辣的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顶得住，但是真的蛮辣的。哦，这一根哦，勇者哦，哦，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哦，勇者斗恶龙。哦啊，吃一根啊，觉得自己很会吃辣。啊、我做的是效果。我真的，我连刚刚都讲都讲完了，对对对，就是这么辣，就是辣。那我们在几只火锅猿折磨完自己之后，我想吃一点甜的东西。接下来就带大家去吃香蕉，耶、yeah! ，香蕉。我们今天是在涩谷逛街吗 ？No， 是来买香蕉。在这个都会丛林里面找到了香蕉啦！ Yes. 买香蕉。香蕉。噔噔。哎，这个香蕉超有设计感的。它是那个一个像 Michael Jordan 的那香蕉灌篮哦，它是让你那个啦，在附近运动完的时候补充一下能量哦，是吗？好，那我们先请问一下，这样的一根香蕉是多少钱呢？150块日币。来吃香蕉，吃香蕉啦！它已经金黄了，所以它应该是最佳的状况。中桥史上最棒的一幕。鲍勃吃香蕉，耶、yeah ！很贴心，还设置一个香蕉垃圾桶。香蕉皮吃完丢进去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吃完香蕉去哪里？我们再去挑战一种水果，接下来去峡之关站买苹果。那我们现在到哪一站了、啊？下站青山一丁目啦，为什么在这里下车呢？因为我们突然想挑战一下熟食。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简直是贩卖鸡米的天堂。我们现在这边的地理位置呢，算是在外院前的里面。然后我们来一个一个这方面进来介绍吧。首先呢，这是冰淇淋贩卖机，然后这是那种利乐包包装饮料的贩卖机，这边是普通的自动贩卖机啦。这是卖就是热饮跟冷饮的，就是饮料，然后它会直接一个杯子出来，然后把饮料加进去的贩卖机。然后这个呢，很有趣，很特别哦，就是泡面的贩卖机，是日清的那个 cup noodle。然后接下来呢，这就是普通饮料贩卖机啊。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来此行的最重点，熟食贩卖机。那其他那边过去呢，就是普通的饮料贩卖机啊。那我们就来买一个海鲜泡面啦。它还很贴心哦，就是你买完泡面之后啊，它里面还有一个放筷子的地方，打开啦。好，那我也来吃吃看泡面贩卖机卖出来的泡面是怎么样的味道。应该基本上跟 Seven 买的是一样的，不过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在路边走一走，如果有想吃泡面，竟然可以吃得到，而且还可以站着吃。对啊，超厉害的。接下来我要买熟食贩卖机啊，那我就来买看汉堡吧。
过大概90秒呢，我的看不得看起来不像汉堡的汉堡就来了，耶、yeah. yeah. 这个卖相是否有点差呢？卖相有点差，是啊，但是搞不好很好吃哦，超烫，来试一口。它的汉堡套餐啊，有汉堡、薯条跟一个小鸡块。我说在话，它的肉排其实吃起来不会难吃，只不过有点可惜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微波加热嘛，所以它的那个面包皮啊已经有点湿掉了。嗯，薯条吃起来比较像薯饼，还OK。好了，那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这很有趣的话，再来试试看就好了。那大家可能会问说，哎、欸，那为什么这地方那么多熟食贩卖机跟食物的贩卖机呢？因为这附近啊很多球场跟运动设施，所以青少年运动完的时候可能会饿，那就可以来这边熟食贩卖机买吃的东西填饱肚子。还有点饿，那我们来买一个章鱼烧吧。完成啦！哦，烫！你们会比大阪的章鱼烧好吃呢？我觉得几率是0%。它那个 sauce 的味道有做出来。有点像马吉，然后里面加非常非常小的章鱼小丸子，然后有点过甜。嗯，还是去大阪哈。吃完咸的之后，当然就吃甜的。那吃甜的是吃什么最好呢？冰淇淋。我要买这个 special gato chocolate。哦耶。这巧克力啊跟 cream 都蛮浓厚的，只不过可能是因为自动贩卖机贩卖，所以我觉得价格有点偏高。这样是多少钱？220块日币。那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我们这次真的要去买苹果了，我们到有吉亚车站。我觉得刚刚在那一区自动贩卖机啊，边买边吃，还是真的可以吃饱嘞。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南北线的四之谷站站内。找到这个苹果啦！好，来吃一下蜂蜜苹果。哦，很新鲜嘞，有种清爽感哈，对不对？蜂蜜很香，爽。那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接下来出发去东京。我来买这个在台湾我很怀旧的新感觉时刻还是什么的？新感觉时刻？对啊，就是那个吐司，然后里面有夹馅，然后压起来，然后一个包装里面有两个。哦，对。耶！这边还可以客制化你要的咖啡的浓度啊，还有糖量等等的。我们要找个地方好好的坐着享受我们的下午茶。为什么那么高干？拍影片嘛。哇，文青背光滤镜。真的是非常普通的一个面包。哇，好像来到巴黎的旁边，巴黎。那我们休息完啦，俗话说得好，五家各五家。接下来要去做一些娱乐。好，这边是秋叶原站喽。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在秋叶原嘛，那它在车站内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是，不算是扭蛋哦，它是公仔的自动贩卖机。好，那我们就来买一个这个厚道的冰河的狮子。白色的厚道狮子，哦，还蛮可爱的其实。哎呦，兄弟哦，兄弟，让我们带入，让我们带入。这个是在秋叶原也蛮酷的，1000块的贩卖机。1000块贩卖机，所以投1000块可以中什么呢？是不确定的。然后因为新年太热门了，现在呢只剩一个可以选了。哇，得到的是。USB Type C 的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但大概外面卖600块左右。那不要再说了。那我们离开秋叶之前要去最后一站挑战怪奇自动贩卖机啦。我们突然发现了肉之万事的卡兹散斗，哇！还放个桌子让你边站边吃。倒觉得这卡斯桑多真的不是盖的，它的那个肉啊非常非常的厚实，然后再加上那个浓浓的猪排香，好吃。那这边为什么会有炸猪炸牛排三明治的贩卖机呢？是因为我后面这栋肉的万事，它是一个肉类料理专卖的旗舰餐厅。我们现在怎么到一个这么暗的地方？我们现在来到东桥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的怪奇贩卖机万事桥的下面，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奇妙的贩卖机卖一个球的玩具。OK， 我们买到两颗球，就耶，可以运动喽。那就我们来看这个，不知道你们会中到什么东西的。这我们之前买也是这个。对啊。有没有觉得每次来这里拍这个心情都不太好？不是这样好，对啊，花500块送这个，100块就可以拿到。大家看我们的影片就好，自己不用来买。就这样子啊，我们到我们的倒数第二站代代木喽。好，那我们在代代木要买什么呢？我们要买这个是叫达西的东西，虽然它是有点类似像酱油，然后不是可以直接喝的哦。酱油的贩卖机。我们来到代代木就是为了买这个酱油诶。那我们下一站是去哪里呢？最后的大魔王，我们将会带大家去羽田机场。我们现在来到了羽田机场的国内线啦。我们首先先来买一个超可爱的咖啡自动贩卖机。哇，超级卡哇伊的。那这喝之前要搅拌均匀呢。嗯。家这样其实是一个化妆品店，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这边逛逛看看，它有一些化妆品的用品。我刚刚经过这边啊，看到竟然有卖一大堆就是化妆品，然后还有洗脸机，超酷的。我们现在进到这个24小时的贩卖机餐厅里，然后我们来买一个饭团。先来吃这个饭团吧。你刚买这个多少钱？370。370。这饭团蛮酷的，它吃起来其实就像台湾吃到油饭一样，蛮特别的。这油饭稍显清淡，所以我们用刚刚买的这个酱油加在饭上面，看看味道会变怎样。变茶泡饭了，茶泡饭了。这味道都变了。它有很咸吗？有点咸，但是如果它是撒在白饭上的话，我觉得特别好吃。我们现在来到这区非常酷，它是有日本各地名产的自动贩卖机。我们来买福冈的名产柚子胡椒鲜贝。你看，只加了柚子胡椒的鲜贝。脆脆的好香哦。这可以一口接着一口。好，我们到羽田机场国际线了。那我们这边看到一个神奇宝贝的自动贩卖机啊，我们就来买个皮卡丘。这是直接放在宝贝球里面的皮卡丘位。噔噔，宝贝球一颗是什么？既然不是皮卡丘，请问宝可梦大师是谁？不认识的。汪汪汪。最后一个呢，我们要来买这个羽田机场的特产，它是你可以在这边协会嘛，然后挂上去许愿。那这一面还蛮可爱的，它是用那个机票的方式呈现。那我们来写下我们的愿望吧。对。我们许的愿望就是东桥破100万，案子接不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啦，我是波波，准，那下次见。
拜拜，10万订阅我来喽。Yeah.